梁國雄議員，主席，咁啊，黃國興議員就唔喺個議事廳啦。咁佢正話咧就話咧，即係四位拉布嘅議員咧係一個偽命題，就話咧即係兩年前呢一個我哋嘅立法會好多嘅議員就話注資6000蚊落去個強積金户口度係唔啱嘅，咁就。呢、這個曾俊華咧就改咗，係咪？咁我哋都投反對票。咁梗係啦，佢你去問佢攞嘢，包括主席在內、代主席在內，你問佢攞嘢，佢俾咗你，你咪投支持票俾佢咯。我哋不嬲都認為呢樣嘢係理所當然嘅。我哋仲要爭取呢個全民退休保障，仲有其他嘅嘢，我哋梗係會投反對票啦。但係今日係唔同啊嘛，我已經同你唔講啦。我問政府，喂，呢樣嘢承擔500億唔攞出嚟都得，4年之內做到呢個全民退休保障，呢個係明碼實價嘅喎，係咪？所以佢舉例引喻失倫，就算我係停止咗拉布，我都未必一定要支持佢啊，停止拉布啫嘛，係咪？好啦，唔講啊，我知道再重複咧，你就可能覺得唔開心。嗱，主席。呢位黃國興議員，佢話我哋係偽命題，我睇下佢啲偽命題係點啦。梁國雄議員，我都頭先講咗黃國興議員係離題嘅，我希望你翻去而家嘅係同今次一樣啊。嗱，呢個黃國興議員唔知會唔會贊成我喺呢一個我提出嘅91、98、101、107四個即係削減我啲人嘅人工啦。第一樣，呢、這個勞福局應唔應該減人工咧？佢就冇聽過黃議員講嘢嘅。黃議員咧，即係罪過嗰啲官員。黃議員喺2012年嘅10月24日啊，講到明呢、這個勞福局咧係現代嘅狸貓換太子、歪離 CY 政綱嘅原意。咁佢指出咩呢？就係話。在梁振英政綱第33頁咧，題為《老有所養、老有所依、老有所居》的章節的原文，呢個引述嚟噶。佢就話咧，退休生活保障在現行高齡津貼，即係生果金計劃嘅基礎上咧，增加一項特惠生果金，是為有需要的長者。經簡單的入息及資產申報後，每月提供約2倍，即係2200元嘅津貼。現行的高齡津貼計劃不變，咁佢就引述咗呢樣嘢。咁佢跟住講咩呢？佢就話：哦，其實咧，勞福局嘅官員咧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咁就話咧，這個長生津咧，如果係有呢一個資產審查嘅時候咧，就係、是、歪離咗 CY 嘅原意。嗱，呢個好明顯嘅指控嚟嘅。呢、這個勞福局聽唔到喎。雖然間黃國興議員又整咗個偽投票，雖然間喺馬嗰度反對，佢投票嗰陣時成亂教一腳。我查過投票嘅，即係當日即係佢通過長生津嘅時候咧，佢成亂都唔知去咗邊。佢鏗鏘有力啊，講到欺君之罪。好啦。咁第二，佢又好清楚話俾張建宗聽，佢跟住喺同一個演說嗰度咧，就喺講啦。第二方面，70歲以上的長者要接受資產審查，所涉及的負面影響可歸納為6宗罪啊，哥，6宗啊。第一宗係咩咧？分化長者起標籤效應，佢自己講嘅。喂，哥，咁你而家今日？王者意義啦，我拉布第一次失敗嗰陣時候，蔣新津都仲喺度，而家仲喺度啊，仲喺度分化緊社區啊，咁佢會唔會同意我係去呢一個扣啊張建宗嘅人工呢？喂，第二宗罪仲犀利喎，就我引述第二宗罪就是懲罰那些一生都堅持省吃儉用、積谷防饑、自食其力等有良好美德的長者，喂，呢個第二宗罪，佢又係實牙實齒鬧落去嘅。第三宗罪，佢就咁講啊，
第三宗罪就是變相鼓勵大家養成不儲蓄亂消費先使未來錢的不良習慣，並產生逆反的心理。我不知道他對不對，他覺得長者是很有錢可以大花筒，我都不知道他怎麼說，但他明明確確就是指責勞福局是歪理思歪，就是說是看不到長者的需要。第四宗罪說更恐怖，就是製造更多家庭問題，破壞家庭關係。最近一些夫婦跟我說，如果夫婦合兩人合計限制是281,000元，但如果單人計算就是186,000元，那麼是否要他們離婚呢？如果他離婚就會合資格以兩個單獨個體申請特惠生果金，這造成很多不必要的矛盾。這是第四宗罪。喂，他現在走了去哪裡？這句還不是魏明體說完之後都沒有做過事的，是不是？這個樣嘢，一係就勞福局冇聽到佢講，一係就佢冇再同勞福局講，即係話呢四個問題到底有冇解決到？咁跟住第六宗罪啦，就係同我嘅意見差唔多噶啦。佢就第六宗罪就是倒退局長，即係張建宗啦，在城市論壇上也說醫療券學了生果金70歲免審查，但現在政府卻走回頭路，所以是非常不合理。是咪？佢話我哋偽命題，話我哋係叫政府做嘢，就算政府做都唔會放棄拉布係錯嘅。佢哋自己係咪都未達到自己目的去投票？我唔可以教佢點樣做人㗎嘛。嗱，所以黃國興議員咧喺度話我哋係偽命題咧，其實唔啱。仲有嘅最好講道理，咁佢咧就最後尾佢總結啦。嗱，勞福局嘅局啊，勞福局唔喺度，阿茂波興喺度。我啱啱引述完你嗰啲鏗鏘有力嘅發言，唉，我一陣再引述。嗱，佢就咁講啊。第三方面，佢就黃國興咧，當時咧2012年10月24號就同距離而家不過係半年多啲啊，佢就真係講得好啦，不過唔夠時間，咁佢就話啦。第三方面，政府說如果不審查便恐怕社會要作出承擔，其實最重要的就是搞退休保障制度。擲地有聲，跟住佢講咩呢？咁你知道啦，佢男兒口大食四方㗎嘛，係咪？係咪？嗱，我們工聯會在31年前便已建議政府要設立綜合退休保障制度。我們在1986年建議成立中央公積金。我們在1994年再提出老有所養綜合制度，但政府一直都在拖延。跟住個記錄就係話計時器響起，如果唔係仲要讀多幾段。主席，今時今日剪報啦，大家輸咗口氣啦。咁你呢位黃國興議員話我哋搞亂個社會，話我哋係偽命題，我哋同政府講嘅嘢係假嘅。咁佢同政府講嘅嘢真定假嘅咧？係咪啊？嗱，我覺得喺辯論嘅過程裏面，我就認為咧，其實黃國興議員咧就應該支持我嘅，咁但係冇計，佢都唔知點解，好似食錯藥咁樣，突然間忘記曬，好似去咗飲咗嗰個忘井咁樣，係咪啊？喂，咁嗱，老實講，我而家唔係哀各位係撐我喎，我係就係話同政府講，係咪呢個勞福局？林鄭月娥、曾俊華三個都要扣人工嗰啲人講，佢每一次見到我，無論係喺張逢於道咗碰拍拍我話啊長毛點啊，我話喂中央誒呢個全民退保啦，係咪啊？我唔係玩㗎，你一定會再面付出後果㗎。佢意思就係話係咪你付出後果啊？你拉布，我咪唔俾你，唔俾你咪話你搞亂個香港咯。喂！每一次見到都係咁，梁振英嚟呢度，
又是咁，又是話全民退休保障。偉哥，你而家今日口口聲聲喺度鬧我呢個黃國興，其實我都講話忍辱負重，就喺度明知道有人咁抽水啊！如果唔係我行咗出去抗議完咧，佢又喺度講啊，佢而家仲喺度講啊，陣間係咪啊？嗱，主席，天地良心，今日拉完布啦，剪咗啦，咁我又想問十呢、這個十二月七號我被剪布之後，昂咔咔瞓醒去接受訪問，喂完咗啦喎，點啊？我話喂冇問題啊。不是輸贏的，如果長者有問題，我希望其他的議員去真的捲起衫袖做些事跟政府傾下啦，是不是啊？由這個186,000升到去300,000又好，這個就是民建聯的建議，是不是啊？自由黨就500,000那個長薪津的資產審查的上限，這個工聯會就不審查，泛民又不審查，你有沒有講過才行啊？我去見司長的時候，司長我問過要減他人工嘛，我指我話喂哥，我下個禮拜就減你人工咯。佢話議員啊，我應承你咪對其他議員唔公平。我話有咩唔公平啊？佢我同佢傾咗，佢哋支持我個預算案，臨急臨忙支持我，我同你傾點對佢公平啊？喂，主席，而家傾好咗。咁我而家喺度講話，喂，不如可以重新睇睇啊！好簡單，即係一樣嘢，就係呢位咁嘅黃國興議員講嘅嘢係偽命題嚟嘅。講完之後係冇跟進嘅，係咪啊？因為司長話俾我聽，我同你傾好咗啦嘛。咁傾好咗係咩咧？就係話唔會改革。嗱，傾好咗個結果，第日投票通過嘅，民建聯同埋工聯會都投票通過嘅，就係、是。掌薪津照舊，是要資產審查，即是黃國興鬧到爆的。他說要做的全民退休保障，中央那些沒有。他們自己說喂要承擔，承擔什麼 commit， 大家都知道做個立法會議員不是立刻拎錢出來嘛，就是說我撥備500億，如果做的時候才用嘛。呢、这、一個2008年嘅強醫金都係咁啊，承擔500億。如果你哋肯俾我招攬做呢一個強醫金嘅嗰五百，就拎出嚟，令到大家負擔冇咁重。喂，阿哥，呢、这個唔咁，我咁樣做有乜錯咧？係咪？你工聯會仲喺度口口聲聲話做，即係搞咗幾十年，你出到咁嘅黃國興。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講乜嘅，我真係好想佢翻嚟答答啊，哥！佢呢份咁嘅2012年10月24號呢份嘢算唔算數噶？使唔使好似我咁樣食咗佢啊？食咗佢咪唔講咯，係咪啊？如果食唔落，咪揾啲紙沖下水咯，食落去。喂，所以主席，你先話叫佢唔好講，我都想佢講多啲。主席，今日。的辯論的議題就是這個林鄭月娥司長這個張建宗局長加上陳家強局長都沒有盡到責，陳家強局長本數的， 你不信問下陳茂波局長，他在2011年直接罵到他狗血淋頭，你現在有沒有罵他啊？應該不敢了吧，是不是說他喂守財奴啊，哥主席，我知道郁敏卿同埋大舊卿忍唔住抗議離場，做得好。我留喺呢度就係對付呢啲食碗面反碗底嘅小人黃國興。阿哥，又唔該你 call 諗啦，都唔好啦 ，call 諗先啦。講起慶啊，佢翻嚟啊，日以繼夜，夜以繼夜，雲係歸來。我要求用17-3叫我。日以繼夜，夜以繼日，翻嚟。